路较有难哦，我到安尼拖到一车哦，嘿。做环保可以救人，这个钱卖的可以救人，他就因为这一句话，这么简单的这么一句话，就做到最后，他药都不用吃了，就整个身体就好起来了。大家讲话，哟，你那会紧做紧，身体紧好紧少年。觉得说啊，妈妈既然有这个愿望哈，他就用他房子和他的弟弟来做欠契哈，用交换的方式，然后把那块空地给我们来搭那个环保站。儿子的孝心还有老妈妈的坚持，是桃园中福社区环保站的开始，而持续下去的动力是相互的感恩。那你们这些年轻的人都做来做环保，他就很感动，就很认真的做。那这些年轻的又感动胡妈妈说天天在推环保，那因为他有他天天推，他们才有这个上下班的时间啊，比如假日的时间才有机会来做这个环保。胡妈妈一脚起步，众人跟随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想想付出了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，没有什么。大老板，大老板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但是我看他一个人蹲在那边，然后很认真的在分，这是一片小小的一张纸，他都把它分起来，这一点让我看起来，我真的很感动。哦，你们在胡妈妈那边等了哈。胡妈妈的环保站从1997年开始，直到她在2013年90岁高寿往生才暂告一段落。但社区做环保的脚步没有停歇，持续大步迈进。在环保站完成委员培训的吴秀才，出钱买地，接力承担守护大地。所有的铁都是921的时候，我们去从南投去把它载回来，盖了胡妈妈的环保站。然后现在呢，那些铁呢又来到我们新中福的环保站，继续延长它。很感谢你，五年来哈，这个地方给我们很好的，要有你们才行。没，好会。物换星移，不变的是胡妈妈以身试教留给大家的典范。胡妈妈头摆有讲啊哈，你啊一张纸哦，是按羊皮来哦，该有都得买钱哦，帮助慈济哦。是。哦，嘿呀，啊都唔得浪费哦。好胡妈妈走过的路依旧有人走着。我已经收了11年了，那胡妈妈进前98年收，一直收到现在。一定要吃饱睡好才来做哦。胡妈妈对大家的呵护依旧有人在传递。感恩感恩。谢谢你了，谢谢。对，来到这里就像家。对，真的就像家。对啊。白色要多。新的环保站空间大，不再只有回收资源，举办联谊公休，邻里感情再加温。林立清书画专才，义务教授。这样大家做环保做完就可以凝聚一下那个感情啦，不会匆匆忙忙来，又匆匆忙忙做完环保又回家。这个家不会散，要以爱接力，一棒接一棒，一生无量。一多少岁都好，